七月八日，高圆圆、赵又廷十指相扣，恩爱现身机场。走出行李大厅，两人只是各自背了一个小包，旁若无人，十指相扣，并肩而行。到了下楼的步梯上，两人停下脚步，赵又廷用其宽大的手臂将高圆圆揽在怀中，高圆圆露出了甜蜜笑容。当日，两人均以黑超遮面，赵又廷身穿白色 T 恤、黑色短裤，高圆圆则是一袭牛仔连体衣，淑女气质尽显。要说这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啊，远不止赵又廷、高圆圆，但是吧，总觉得这两个人是最超凡脱俗的，不是甜蜜又不会觉得两个人太腻，刚刚好的幸福感。